我说过不能去，小姐为了让豆人闯下去，一个人去了雪森林，那个地方只要进去的人都会残废出来。那又怎样？小姐为了你冒生命危险，你真的可以坐视不管？你们这些人烦不烦啊？一直叫我去找他，一直告诉我不会放弃。哎，跟你们划清界限真的这么难吗？跟我们划清界限一点都不难。 难的是你心里根本放不下。你说过我喜欢小姐比你多，你没办法像我一样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大错特错，你才是喜欢小姐比我胜过千百倍。只是你心里一直在否认而已。我今天就是要证明，你在玉胜雪小姐。如果真的一点都不在意那个现在正在冒着生命危险，只为了跟你见五分钟的小姐。 尽管离开，证明我看错了。你看错了，我不会去。沈若赫，我现在已经不是一家人了，以后小姐是我都不会管。沈若赫，我真的看错了吗？ 你才是喜欢小姐比我胜过千百倍，只是你心里一直在否认而已。如果真的一点都不在意那个现在正在冒着生命危险，只为了跟你见五分钟的小姐，你尽管离开，证明我看错了。看什么？ 小姐会让豆人躺下去，一个人去了雪森林，那个地方只要进去的人都会残废出来。小姐为了你冒生命危险，你真的可以坐视不管，你真的可以坐视不管。停车！下车！我叫你们下车，通通给我下车！ 竟然敢在这里和我呛！我会教你什么动作才配叫做嚣张。你下车！说一句话，我们就会感到害怕。拜托，仔细想想，这是属于谁的地方？再给你一分钟，让你秀出所有绝招。我们有耐心听你想，一样的。拿刀，既然你选择承受，是吧？错了，错了。沈若赫。 接电话，易胜雪。您拨的号码为。易胜雪，接电话，易胜雪，在干嘛？易胜雪，接电话。找麻烦的猴子。 能不能有一天安静的活着啊？
被吓死吧？真的。没事的，没事的啊。没事的。你先走啦。不是啊，我们在走啊。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还是回家好了。不要出来，简单。什么雪森林？哪有雪？小姐，谁呀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！喂，小姐，小姐，怎么在这儿？小姐，小姐，救命啊！小姐，快拉我上去！快点啊，小姐！小姐，不行吗？紧绷了，低一点，低一点了！紧绷了。跳高一点，小姐。我们，我知道。你们去把绳子帮我拉上去。好，绳子，绳子女，听到他声音吗？我在水里，我怎么听啊？我只想。不要一天到晚乱生事端，命只有一条。